和牛雪花板腱，哇，你看，你看它这个油花。好了，可以翻面了。哦，台中是算是人家俗称的烧肉天堂嘛。这次我们来吃的是西屯在地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乌马的这个不用讲，我们来吃吃看在地人常吃的破千评论的高级烧肉到底是怎样。当归药膳鸡汤的感觉，然后和牛肩胛，然后这个是哇，那牛舌看起来很棒哎，要两只手拿才可以啊。和牛热眼牛排，哇，你看它那个，哎，它那个焦化刚刚好哎。和牛，哇，你看冒烟没有？看到吗？哦，哇，哇，要升天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德瑞克，是一如。今天晚上我们一样在哪里？台中。对，那这一次的话，台中晚上我们安排的一样是烧肉。哎，其实我们蛮久没拍烧肉了。台中是算是人家俗称的烧肉天堂嘛。这次来吃的不是大家说都知道什么的，这次我们来吃的是西屯在地的，他知道的。我在网络上看，他在 Google 评论也是破千，然后也是高级烧肉。因为大家都知道乌马的这个不用讲，我们来吃吃看在地人常吃的破千评论的高级烧肉到底是怎样。不说不必多。好了，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吃的就是这个套餐，澳洲和牛双人套餐，298块，爽哎！哎，它是其实内容物真的超，是真的很赞。它虽然是高级烧肉，可是它平日也有卖这一种200多的这个五间的套餐。你看，我五间的也有，牛肉也是298，没有到很贵。不知道是不是鸡汤，看一下，通常是附鸡汤啊，可是看起来不是哦。哇！药膳的那种养生的汤的感觉，对对对对，很像是药膳鸡汤的感觉，哇，好喝哎，因为它有点咸味，它不是完全清淡，当归药膳鸡汤的感觉，哇，比较特别，因为一般的大部分都只是附普通鸡汤，它是附药膳，你要看，而且因为它冷气有点冷，对对对对。好了，我们的菜到齐了，哎，我们这样吃得完吗？你看，这个是他的那个牛肉造饭，他的沙拉有点吓到我，我们两个人而已，他给我那么大一盆，超大一盆，超大一盆的沙拉。这个是海鲜拼盘，那看起来是有两只大的虾子，然后两颗干贝，还有这个四个这个鲑鱼菲力。这一盘真的，这一盘我最诱人了。它分别是什么？和牛五谷牛小排，然后和牛肩胛，然后这个是哇，那牛舌看起来很棒哎，和牛雪花板腱。上面是牛肉条，然后这个是我最想要的和牛肉眼牛排，和牛肉眼牛排。然后你看这个 Corona， 超屌的，超大杯的 Corona 饮料，哇，要两只手拿才可以啊。和牛肉燥，我在八卤肉饭吃，嗯，这就好吃哎。早上当然我们应该要两个都叫这个，嗯，而且它是真的是牛油的那个味道，真的很棒。插一个半熟蛋，来，真的，插一个半熟蛋，真的真的。哦，哇，你看它那个，哎，它那个焦化刚刚好，哎，嗯，那下面这两排啊是非老桃脯味，它会比较好嚼劲一点。OK， 那它搭配玫瑰吃比较好吃。好，谢谢。有哈、哦，你看它中间还烤的有点粉粉粉的。我先吃吃看，他说不是老桃，不是老桃的料。嗯，不是老桃的料，是上面还带着和牛的油脂，所以感觉像是底下吃瘦肉，可是又有油脂跑出来。比较起来这个老桃的部分。哦，油亮油亮的，哇！怎样？要升天了，太舒服了。哇，上面老饕那一块好好吃哦。它老饕那一块的话，咬下去，
它那个和牛的香油气跑出来以外，它又有一点点瘦肉掺杂在里面，所以你不会太腻。然后你加上这个玫瑰盐，它那个油脂的那个碳香味会变成甜的味道。甜的味道。对，那好好吃哦。再吃一块，还有两块给你，不要怕哈。好好好真的很好吃，你不信的话，你先吃吃看，你直接吃老饕。这边吗？对，那边，然后沾一沾那个盐，和牛老饕。哦，你是饮教吗？哪有？你哦，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只有一块，我可以再多一块，很好吃。好意外。对，它真的很好吃。你能知道我所说的就是它的油脂遇到那个盐以后变成甜甜的味道了吗？很多的烧烤的牛排其实是软的哦，它不是哦，它是嫩的。你最爱的辣鸡，辣鸡跟和牛辣鸡，它是一朵花哎，你看，送你花不开心，送这种花你就会开心。来来来来来，哦，熟度刚刚好，和牛哇，你看冒烟没有？看到吗？哦。我要跟和牛拉鸡喽，就一句话，恶心。他的拉鸡技巧，他让我想到日本那个我们吃的那个牛舌。你不要看它薄薄的哦，它吃起来像厚切脆的，它是薄的，可是它吃起来跟厚切一样的脆度，而且它那个厚度感觉还是有，哇，好香哦，好香，嗯。和牛雪花板腱，哇，你看。你看它这个油花，好了，可以翻面了。哦，和牛哇，你看油花，比比宝宝，它那个雪花的和牛板腱油花比较多，你尝试弄包菜看看。起油啊，还是薄油啊？好吃好吃。你想要先吃哪一个？和牛肩胛。来吃一下我们的干贝，你看超大超大的干贝，嗯好吃，你看，而且它里面还有一点生，然后外面的是熟的，好吃哎，哦，我知道会烫，可是我本来想说，我想说可以拿起来喝，然后赶快放下来，就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哇，超鲜的啦，超鲜的！哇哦，好扎实的感觉哦。你可以不要一直在那边咚咚嗨。哦，有在运动。虾界的阿诺。哦，你说那是虾膏吗？哦，赶快吸，赶快吸，赶快吸。我觉得这间真的是台中，真的是烧肉天堂。他这间真的是厉害。推荐给大家，就是来到台中，如果你已经吃那种就是所谓的就是很有名的观光的景点的烧肉，像五马那些吃过以后，你可以来试试看在地的评论很高的那个高级烧肉，这真的好吃，真的好吃。这一家的话，店家资讯我会放在影片底下，那你可以去看。我自己的第一名就是刚刚那个和牛乐园，三那个老饕肉，我告诉你超赞，真的超级赞。它的沙拉，我告诉你，amazing 好吃的沙拉。它虽然是卡萨沙拉，但是它里面有多加了海带跟海藻，所以让你整个吃起来不会腻，以外就会一直吃，自以为很健康。还有和牛肉燥饭一定要点。我们来拍的时候是十月啊，十月的话是我的生日，他当月寿星有送这个烤布雷，然后它的甜点有三种，那我们选的是冰淇淋，哎，这个是红豆汤，哇哦。然后我们一致认为，其实它的这个两人套餐其实分量很多，我们其实吃得很赞。对，你基本上其实可以三个人点一个两人的这个套餐。我觉得它的2980这一个的话，我不能说它算便宜，但是它值那个钱，好吃，真的很好吃。对，那你们可以来试试看。喜欢我们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喽，小铃铛要7，第一时间知道我们上新的影片喽。